杨秋池乃是替广德县令办案的，救人乃是我亲眼所见，岂能有假？不行，我们要见杨神医！杨神医！杨神医！排队！排队！我们要见杨神医！排队！排队！岳父大人，您为何在此啊？杨秋池一再嘱咐我，让我不要离开梅儿半步。 以免被人杀人灭口。好主意，杨兄，外面那些乡亲都是来求你杨半仙、杨神医来治病的，着实可怜呐。杨神医，哼，俗话说得好，出名要趁早。可我这么累，你看怎么搞？哎，好诗啊！那让他们进来怎么样？ 人太多，容易乱，出现医闹怎么办？这样，你让他们排队拿号，千万不能黄牛倒号，这关系着民生啊，不对，民生问题。来，还有这三个，你们三个一人带一个。那好号啊，排队，一会儿就到你了。别急了，别急了，该你了，来来来，别急，排队，都站好了，排好了。在这拿号啊。 别往前挤，叫秋池，排队排队，好好好，来，排队啊！排队啊！你好，姑娘，你不认识我？我很很想认识你。后面不要挤。姑娘，你什么星座啊？什么血型啊？你认识我啊？啊，姑娘，我们之前是不是有着什么？ 纯洁的男女关系啊！大家都排好队。那个是这样的，我这个人呢，记性不太好。有一天呢，我从悬崖上掉了下来，一醒来之后，突然发现整个世界，哎呀妈呀，突然变了。所以，那你看我这种事情也很难跟别人启齿这么说，你说对吧，姑娘？贵姓啊？ 啊！跟我走！哎，姑娘！哎，别！别！哎，别！回来！回来！你是他干嘛？你神仙姐姐，怎么会这样？你先照顾他，我去救回。